我觉得也是肯定了自己之前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通过这个比赛也是发现了一些自己前段时间可能有一些改进的问题，也有一些可能在比赛当中还需要去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比赛打完了回去还是更多的去总结吧，然后去好好的备战下一场比赛。